是谁放假和闺蜜出去露营，一拍照就尴尬的脚后跟？今天让你三个社恐拍照小技巧，让你不露脸也能拍出氛围感大片。社恐就可以不拍正脸，不然表情尴尬没法比。让工具人走到凳子后面蹲下，人物和背景五五分，两个人一起向后仰头，再来个激情碰杯。想要显腿长，椅子就不要坐满，不然拍出来又粗又短。只坐三分之一，腿往前方翘起腿，肚子有小肉肉就把手放肚子前面挡一下，另一手可以捂脸，还可以手拿道具拍一张。社恐自拍总不怕了吧？结果拍出来不是脸大就是嘴歪。拿出我最近的新宠，百事可乐无糖和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联名迷你罐，上面还有超可爱的迪士尼角色，我最喜欢的琪琪弟弟也在上面。小小一罐真的很适合当拍照道具，就算龙卡无糖也超好喝。把手机斜靠15度靠在上面，背景太空也没关系，有可爱的猪猪做背景，拿出手机拍镜头中的自己，转头往琪琪弟弟的动作拍一。